这个家有难言苦衷。来，正业吧，感觉什么？挣多少钱？服务正业，服务正业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爷爷奶奶一把年纪，还得轮流外出做工，养大两孙女。好棒，有个好爷爷。另一个家，老妇幼子，少了女主人，家里堆满杂物衣物。这些都是慈济春蕾助学生无从选择的家庭背景。慈济寒冬送暖，特别关照，给物资，给关怀，将物资送给大家，愿他们能够心暖，然后身暖。这么漂亮，你要把你的衣服那个美美的衣服都换起来，还要环境要美，和家里对，环境家里，还有心要美。来着，我很开心，感觉我要努力加把劲。就是啊。长期受资助，大孩子们也主动当起发放志工。施工师伯们非常辛苦，然后有可能连中午饭都吃不成。但是你们还是这么辛苦，然后我们非常感谢你们，然后因为有你们，然后我们也习惯了你们的存在。施工师伯们总是把里面最累的留给自己，然后让我们在外面做一些轻松的，拿了东西受了你们的恩惠，我们也要帮你们做一些事情，这样心里面才能好受一点。近年的我们家，包括我事业上面的失利，所以导致到呢。给他们带来有点这个精神上、这个生活上困难，还好有慈济啊，雪中送炭，所以这么温暖。太冷的天，我们很温暖。一念牵挂，言短情长，大冷天心不寒。傣新闻真善美职工李慧荣、徐熙，江苏报道。青年公益2.0专题。